在云南喝云南咖啡，这一次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Gramercy 这个品牌以及它一些当家的款式。那我自己也是实地来到这边感受一下，我拿到的这几件 Gramercy 呢给我的感觉还是蛮舒服的，同时价位也足够亲民，款式也有它自己当家的特色。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 Gramercy 这个牌子起家的一个运动是攀岩。对，当年应该是1970年代的美国啊，被称作 Stone Master 的 Mike Graham 呢，他也算作是 Yosemite 这一个国家公园的攀岩运动领导人了。那因为当时市面上的一些产品其实满足不到他个人的这样一个使用需求啊，所以他在82年的时候，在一个小仓库里面就自己研发出了 Gramercy 这个品牌。比较当家的就是说，他的裤子呢是有180度的裆底，直白一点讲就是说你可以一字马劈叉劈得很开。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腰带，它是有一个单手 webbing 的一个设计，也是这一次我收到所有裤子都会有的一个设计啊，蛮舒服蛮方便，尤其是特别适合旅行，哪怕多带一根腰带都是很累赘的情况下，所以我的裤子它有自己的腰带，然后单手就可以快速调节，真的很方便。当然现在 Gramercy 不仅仅是说只是一个户外品牌，或者说是有一个户外运动血统的品牌，它更多的是想把这一个运动的生活方式带到你的生活中，然后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哪怕你没有在运动，你也可以依然穿着这些衣服每天都通勤也好啊，上下班或者是周末两天出来，像这种郊野的地方透透气、散散心，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你要知道，当一项运动开始流行起来，它各种周边商品也会随之流行啊，那进而影响到很多不了解这项运动的人，也会去对这些单品感兴趣。比如说我就是啊，正是这种慢慢渗透进都市人的生活，鼓励你心里有一份小躁动，推动着我们远离都市，拥抱自然。那日常穿的这些衣服，除了真的是要有一些徒步的运动要穿这些衣服，其实日常我也会穿的，这两天我都有在穿，我觉得还挺舒服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几件单品。这条绿色裤子，它面料非常薄，但是是很结实的那种尼龙面料，它属于一个比较基础的工装裤啊。但是在这基础上呢，除了有它当家的180度裆底和这一个单手 webbing 的调节腰带之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就是徒步还挺方便的。它裤型是直筒裤的同时，它裤脚还可以用那个抽绳来收紧，户外也可以防止一些泥沙什么的飞溅进你的鞋里面，并且它面料真的非常薄，尤其是在旅行的时候打包进行李里面真的很不占地方，很舒服。再一个就是身上这件摇粒绒的套头啊，它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它的袖口是有指套的，穿起来很舒服，然后保暖性特别好，它是没有里子的，就是一层摇粒绒，所以也不会太闷，很透气。现在丽江大概是14-15度的样子，我在玉龙山脚下这个玉湖村啊，就是山间的凉气还是一阵阵透出来，但是现在这样的穿着刚好，里面就是一件短袖打底的速干。再过来就几件羽绒系列的单品啊，都是这一季出的。首先这羽绒围脖，还有就是这一个羽绒的马甲，同一个系列，面料也是一样的。就它轻薄的来呢，它的表面用的这个面料会比我们一般拿到那种便携羽绒来讲会更加抗撕裂，然后并且是防水破一点，就是保护性的话会更加好，并且它价格我看没有很贵，对我来讲是一个蛮不错的薪水的选择。具体上身效果你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我个人是蛮喜欢它穿上身的感受啊。我觉得扣子是一个简单又高效的开合方式啊，也不是说拉链不灵活，就如果是双头拉链还好，单头拉链有时候就想下面敞开然后上面收紧就做不到。 Gramercy 我觉得他们家全系列定价都不会说特别高啊，那毕竟也是做这种消耗品耐用的这种攀岩用品出身的，定价不会太离谱，因为最早玩这些的人真的就是拿来当消耗品去用的，穿坏了就要换一条新的，那定价过高肯定是没有办法走这种可持续性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品质和价格还是蛮对等的。对于这个定位来讲，还有一条裤子我也很喜欢，它是偏休闲类型的美式工装裤的这种裤型，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说它的膝盖是双层 double knee 的设计，这里可以摸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要设计成可开合的，
魔术贴贴住，但是上面这一块它又是封死的，从下往上有个开口，这位置是有两层布料，然后整个裤型是比较直筒、比较好看，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那种裤型，活动真的很自如、很方便，穿他家所有裤子你都可以不需要配腰带，觉得这一点就非常好，吸引我。具体上身的效果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如果各位平时有翻看杂志的习惯，相信你们对 Pop Up 呀、Go Out 这些日式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杂志不会陌生，经常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会出现大量 Gramsci 的单品，素人上身也好，或者是特意的杂志搭配也好，都会经常看得到。目前的这个时代，我觉得 Urban Outdoor 这个风格的属性呢，已经是渗透进 Gramsci 这个品牌的血液里了。这边竟然还是用钥匙的，锁好了吗 ？OK。住这酒店蛮神奇的，它是一个石头风格的一个酒店。然后现在是它的下午茶时间，我们去吃一下。来这边吃，每天都有早餐和下午茶。还蛮好条件的，你看一下，我现在穿的是 Gramsci 的摇粒绒，还不错，里面垫了个卫衣，不然太空了。然后这条中性绒裤子也蛮舒服的。请忽略这个背景的浴缸，因为在这里拍一下 B-roll， 就这里光线会好一点。继续分享一下，Gramsci 的这些单品，我个人在这两天使用下来，我觉得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就这种都市通勤的裤子，它一样也做了这种180度当底，不过抱歉，我真的不会劈腿，蛮好的效果。然后它的口袋基本上都有拉链或者是魔术贴的闭合，就不会说完全敞口的。这件外套就很适合叠穿，然后这两天穿下来感觉也是很舒服。它里面是有网面的这种内衬，然后袖口是这种往回收的弹力，蛮舒服的，适合扣做闭合，东西放得很稳妥，然后上身效果就这样子。哎，你这个 King 的鞋还蛮衬 Gramsci 这条裤子，很有 feel。再有个天文望远镜，晚上可以观星。下午茶可以选在里面吃，但我选择来到户外做，我觉得舒服很多。这就是这酒店的全貌了。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这家叫做石洛克，它在玉虎村。我觉得还挺漂亮的，然后我没有收费啊，这我自费在这里订的房间，就是我觉得环境还不错，可以直接开车到他门口，当然轿车也可以啦。然后这里有个帐篷，可以在这里黑一下。后面还有一个，这个海拔呢，你要说完全不喘也不太可能的，不过累倒不会太累了，是走两步，确实拿了这么重的机器要稍微歇一歇，然后并且冲咖啡的话，水也烧不到100度。大概就96左右吧。本来你们看到这个位置后面应该全都是雪山，但是被云雾缭绕挡住了，什么都看不到。来的不是时候，天气太差了，一直在下雨。现在准备吃完早餐，然后叫车过去景区下面。没有人。全部都是雾气。平时喝的时候你看不到。还好这件羽绒是防水的，因为爬上来有点热，所以冲锋外套就脱掉了。现在这样穿刚刚好，我也不知道现在具体多少度。天气不好，一直下雨，也不能说下雨就不好。我觉得阳光明媚的时候，你也看不见这种景象，云雾缭绕的感觉很漂亮，很幽静，好像连我自己都不存在的感觉。小心踩到这种，我也不知道什么大型兽类的粪便，说明这边生态保护不错。你看到这种捡起来带走吧，太讨厌了，这些人吸氧的口罩丢在这种地方，没搞错。走啊走啊走。
掉下去吧，掉下去 GG 了。走得好累啊，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找个地方歇会，冲杯咖啡喝。就前面这里吧，这里够平。还好我有备而来。垃圾带好。那另外就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主要穿的是这一条卡其色的束脚裤，它口袋有都有拉链，所以感觉装东西会稳一点。不过它面料不是那种防水，裤子的表面是有水痕，就他们的面料不会说用特别高科技的，但是就很实用很轻便。那尤其这条黑裤子，它在户外的表现也很奇特，我觉得它应该算是速干，因为水打在上面呢，它没有留下任何水痕，就好像消失不见掉一样。同样你的肌肤也不会觉得说裤子好像湿掉了，然后是那种冰凉会带走的热量，并没有，就很奇怪，它也不是防水的材质。我穿的时候在户外状态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它这种速干面料的感觉，反正它排水非常快，然后水滴在上面呢也没有什么痕迹。几百块的裤子在户外使用来讲就真的很实用很轻便，不会说太心疼。总之还是非专业户外运动的朋友们出来偶尔玩一下，比如说棉布啊牛仔布这些也不合适，或工装裤又太重了，这种轻便的这些纤维料的裤子又速干然后又耐用，我觉得真的还是蛮不错的选择。OK， 那么看到这里呢，简单总结一下这几条裤子的版型和尺码推荐。我本人身高大概就是174、62公斤左右，我身上裤子尺码基本都是亚洲的 M 号。这里从左往右的顺序就是裤子的版型，慢慢的从直筒变成收脚，变成窄脚的过程啊。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这几条裤子裤型的区别，希望对你的选择有一定的帮助啊。这几条裤子的设计细节和亮点呢，我在前面应该都已经介绍比较充分了，这里就只是简单的展示一下。如果你对我这一次介绍的单品感兴趣的话呢，他们品牌这一次双十一的活动，我觉得优惠力度还不错啊。我会把具体优惠信息打在屏幕上，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截图打小算盘。那这大概就是我这几天感受到 Gramercy 给我的一些单品，跟大家在这里小小的分享一下。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确实挺不错的，包括价格也好，包括品质或者说设计以及他们的审美取向，我觉得都还是蛮符合我想要出门游玩的时候会去选择的这种单品类型的一个取向。 OK， 那么也很感谢你看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点击订阅了。那我是 Rock， 我们再见吧。现在去酒店一楼吃他们给我们准备的火锅，锁个门先。view 还是蛮好的，在这边住很舒服。好的。这边还有一份甜品，是米酒汤圆。